兄弟兄弟，我回来了，大白天的在家睡觉真是够懒的。啊，什么东西？苦力怕，哪儿呢哪儿呢？怎么到处都是苦力怕？他在我的房间里吗？没有啊，太吓人了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把史蒂夫吓尿裤子的小机关，你想知道怎么做吗？这就教你们，准备一个幽逆感测体，还有一桶不要钱的水，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苦力头，苦力怕的头，最后需要一个音符盒，当然记得带上脑子。好的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要打开门，在门的这一侧呢挖一个洞，两格就可以了，接着向下再挖两格，一共是三格高的坑，接下来在坑的一侧放下我们的音符盒，音符盒上放上苦力怕的头，另一侧呢放上我们的幽逆感测体，上面再倒上水。哎，搞定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最后别忘了填坑哦，要不然就会被别人发现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走了，一旦有人进入感测区域，那么苦力怕的声音就会，哈哈哈哈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好的，下课啊。